很多人在于深蹲肌的训练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姿势不标准而造成膝盖是以及运动伤害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里教练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 AB Squat 深蹲肌。深蹲肌的训练可以强化我们的核心肌群，以及雕塑我们的臀部、腿部肌群。轨道固定的设计，让我们的姿势不至于偏离。很多人在于深蹲肌的训练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姿势不标准而造成膝盖以及运动伤害。由于它本身的设计发到上方部分，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，可以作为一个辅助，让我们动作可以达到更标准。深蹲肌的收纳非常方便，而且又不占空间。深蹲肌可以让我们保持正确的姿势运动，也能够让我们安全的训练出好身材。这一台 AB Squat 深蹲肌，个人觉得这台深蹲肌的CP值非常的高，